好 ，OK， 那我们准备好就可以做起飞了。是。好，那您的右手可以帮我放上来这边，那左手帮我放在操纵杆上。对，好，这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帮我把油门推到底。那我们左边的速度表现在慢慢的在上升。对。那等一下到140的时候，左手帮我轻轻的往后拉。好。Thank you.